你别掉了，掉下来整个散掉。我要给你们表演手劈西瓜。那、哎、会很痛。你试试看。来了，孙子手劈了。不行，就是不够熟，你都不行。嗯，我来试试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他不是有刀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干？算了，放弃了。放弃，应该放地上。你看我都打起来都弹起来了。有可能是地方原因，就是他们都是放地上锤的。再来一次。 Kiki 真的小心把自己手给劈骨折了，我跟你说。哎呦看着都觉得手麻疼。傻孩子好痛啊，太疼了。刀，人类有一种工具叫刀，人和猴有时是有区别的。你何必呢？明明有刀不用。刚刚那趴当作是没来过。哎呀，手，干嘛啊，我天，手。其实吧，不用这么切，感觉怎样切会可爱，好看一点，我吃啥叉看。